Hello，晚上好。你好快，你每次都很快耶。Hello，刚点进口袋就看到，太巧了，太巧了。Hello，晚上好。晚上好呀。晚上好。大家应该吃饭了吧？大家现在应该吃饭了吧？我们今天刚吃完那个叫什么蒸汽海鲜回来。一，谢谢关羽一号送的10个巧克力，谢谢关羽。今天看着好呆好傻，哪有？不呆不呆不傻，但是我现在确实被这个相机给，感觉自己智商不太够用的样子。蒸汽海鲜好吃，特别鲜。对，我们今天去，今天的行程其实挺少的。我们早上，好吧，我们没有早上，我们下午出门先去的海洋馆，然后去完海洋馆就去吃的蒸汽海鲜，然后蒸汽海鲜吃完就回来了，然后回来就过来和你们直播喽。主要我们起好晚呀，昨天晚上看了一点电影，也不说看了一点电影，边聊天边聊最近的事情，然后边看了一点电影，然后就困困的睡着了，就是看电影边看都边睡着了。然后看完电影回来，躺床上回翻牌，也是回着就睡着了。怎么回事呢？晚上好啊。然后这几天我好像睡着都是回着翻牌睡着的，就不知道怎么睡着了。谢谢雨晴的，谢谢雨晴送的一个荧光棒，谢谢。我们第一天刚来的时候吧，第一天刚来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没睡好嘛，就是我白赶了一次早班，然后那一次，对，翻牌，就是回着睡着了。那次起得特别早，然后火车上一直在转车，一直在转车，然后就不敢睡觉，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嘛。然后到这之后，晚上好像没干什么东西，没干什么事，跟大家直了个播。然后直完播，我就趴在床上翻牌来着。然后翻着翻着，我后来第二天想，我前天怎么睡着的呀？然后我就发现我是那个翻牌那一条，我都想好怎么回来。但是我早上一看，他没有回，我就想起啊，那肯定回这个的时候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发现我是趴在床上睡着的，然后衣服也没换，然后被子也没盖，就这么醒的。晚上好呀，上海到日照好像走京沪线，他们应该是这么来的，他们是直达车来的，然后我从北京来日照嘛，我就是先坐车到哪来着？到曲阜，然后再曲阜。倒了个高铁才来的，谢谢七姐粉丝送的一个巧克力，谢谢。失眠的时候就去翻牌，没有，不是因为大家的翻牌睡着的啦，我是太困了。哦，岩上的月，你说的那个你的翻牌，我还在练习，稍等一下下哦。双马尾，我的厦门粉丝报道，你好呀！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本来是那个披头发的，后来觉得就是总被风吹起来，我就给它扎上了，是不是扎上好一些啊？我感觉披头发稍微有点显得成熟。晚上好。
厦门疫情好很多了，一个小区解封了啊，恭喜，是好事呢，真不错。就是去年三亚拍 MV 的时候，在虹桥机场吃的那个汉堡好吃哦。那哪次我路过虹桥机场的话，可以问问，不是可以尝尝。嗯，我跟你们讲讲我们今天那个蒸汽海鲜吧，就是那个海鲜来的时候，是一个他们的师傅拿着三桶塑料桶装着活的海鲜，然后就是活蹦乱跳的吧，然后夸夸夸倒了三下，倒到他那个锅上，蒸汽式锅，是叫这个吗？就是像海底捞或者哪些火锅店或者烤肉店，它在锅中间有一个这种锅嵌在里面的，然后呢三个塑料桶，然后哗哗哗倒了三样东西进去。后来吃的时候发现，就是也不是发现，就是应该它里面有螃蟹，然后第二个是皮皮虾，然后那种普通的虾，然后生蚝扇贝啊，应该是这些吧。对，然后倒了这五样东西进去，然后跟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一点，然后一会儿蒸汽很烫，然后他把盖子盖上了，然后刚倒进去的时候，大家都还挺就是活蹦乱跳的，那些虾呀贝呀什么的，嗯，然后慢慢的就被蒸汽就是盖上盖子，蒸汽就把盖子弄白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们就熟了，就不动了，就还挺不敢看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之后就有超级鲜美的海鲜吃了，倒是也挺开心，我倒是也挺期待。谢谢空有不二送的一个巧克力，谢谢。很擅长包海鲜吗？不擅长哎，从小在内陆长大嘛，然后就没怎么吃过海鲜，吃了最多的海鲜可能就是螃蟹，嗯，吃螃蟹倒是还挺经常吃的。然后最会包的就只是螃蟹，那个生蚝今天还是第一次吃，那个生蚝没想到居然要用那个专业的工具给它撬开，就很。也不说惊讶吧，我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每次尝试这种新东西就很开心。厦门一堆海鲜啊，厦门是不是也是海边城市啊？2018年来过厦门巡演。波，所以是波是吧，波海鲜，我总平常说话我就说包。好爱笑啊，确实我说话，我一说起来话我就是这样。然后这几天还有什么新鲜事啊？我也感觉我最满意的表情或者最喜欢的表情就是我这样。去找哪里玩了？啊，我们今天早上，啊，今天没有早上，我们今天下午去的那个海洋馆。我觉得海洋馆这种空间，就是只有出来玩或者旅游的时候会，就是会特意去。就像北京海洋馆，我好像还真没去过，去过的海洋馆都是上次是天津海洋馆。就是滨海新区那边那个海洋馆，我记得当时做的还不错，嗯。店家有给做海鲜粥吗？好像没有哎。我们后来点了一个海鲜汤，嗯。谢谢白，白啊，你第二个字念什么？谢谢，我们白琪琪，海鲜吃的咋样？海鲜，因为我不怎么吃海鲜嘛，然后
今天是这么，今天算是头一回吧，这么频繁的吃海鲜，或者以前吃过我给忘了。然后我觉得最爱吃的就是生蚝，嗯，也是头一次吃生蚝，或者是头一次记住了我吃过生蚝，因为我总是吃过东西就忘记它。然后那个生蚝的口感就跟我在口袋里讲的似的，就是它让我最意外的就是它，我以为它跟那些扇贝啊，然后跟那个蛤蜊啊口感差不多，但没想到它那个圆圆的，就是那个肉，它是像橡皮泥或者像那个土豆泥奶油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很惊讶，就和我猜测的不一样，我就对它印象很深。嗯，生蚝真的好好吃，对吧？这个蒸汽的海鲜还特别嫩，就是佳怡跟我说，这种海鲜都是，不能，就是店家不能忽悠别人，就是有的海鲜他可能晚上好 ，hello， 没有来晚，刚刚开始，有的海鲜就是有的店他可能放很多料，就很辣，然后很咸，就是拿这种遮挡一下它那个海鲜不太新鲜的味道，但这种蒸汽的它就会，就是干蒸嘛，它就只能用那些好的海鲜，所以它蒸出来就又新鲜又不错。尝尝海鲜水饺，不一样的美味。我们今天点的饺子就有那个海鲜水饺，就是点的鲅鱼水饺，然后最后因为饺子皮哪儿都有馅嘛，然后我就吃了好多饺子馅儿，就是没吃皮，然后吃了好些鲅鱼馅儿。鲅鱼之前昨天吧，昨天在那个东营小镇，对，在那个小镇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个烤鲅鱼，还比一般烧烤店里点的那个什么烤鱼，忘了烧烤店是什么鱼了，就是一般都是这么长，然后这么长长的一条那种烤鱼，比那种烤鱼要大一倍，然后就吃的那个肉吃的很爽，这个还不错，我觉得烤鲅鱼。因为吃的就是海鲜原汁原味，品质怎么样都尝出来，对，就是这样。然后还真的挺好吃的，尤其是那个生蚝，我现在又多了一样特别爱吃的东西了。按照美食区 UP 主说的，有鲜甜味吗？鲜甜味，甜味我倒是没有太大印象，但是很鲜。对，然后今天又从佳怡那儿学了一个，就是螃蟹，如果它是活的活螃蟹弄出来的话，它那个肉就是一丝儿一丝儿的，一条一条的，然后如果是死螃蟹做出来的话，它那个肉就是绵的，就是绵绵的，就没有那个丝儿了。墨鱼水饺是黑色的水饺啊，好像我看过一个什么店，他做的都是那个做的所有东西都是黑色的，然后其中就有这个墨鱼水饺，就是黑色的水饺，应该是拿他那个汁把面皮给染成黑色。对，秋刀鱼就是平常烧烤店不是有那种秋刀鱼的烧烤嘛，然后比那个秋刀鱼一般可能就这么大吧，然后那个鲅鱼烧烤这么大。烤鲅鱼就很大，有没有试一下海胆？没有试过海胆耶，但是我们今天去海馆有看过海胆，有看到海胆，就改了个名，在中心吗？我们在日照的民宿里面，我们在日照要待几天，待到30号回去，来赶海。谢谢仙男小狐狸1222送了一个荧光棒，谢谢。您这还在审核中，海胆没意思，里面全是鸡蛋。海胆我还真没吃过，我觉得它那个壳子真的很可爱。谢谢冰0829送了一个秋天的奶茶，谢谢。
22，行，到时候那一天祝那一天希望你开开心心的。然后想想今天要干什么？今天我们早上去的那个水族馆、海洋馆，对，好久没有来海洋馆了。然后一开始是先有一个，我拍好多照片在海洋馆，对，现在还没导出来呢，卡到这一步了，卡到从相机传手机这一步了。他说是可以有一个那个软件，然后传过去，但是我那个软件搞了半天没搞好，我说先开直播见一见大家，跟大家聊聊天。这是什么牌子的相机啊？是那个佳能 M100，然后买的这个，开心，你感觉到开心啦？现在看了好多好多，就是那种小鱼，还吃了好多，是这个，然后是粉色的，因为是粉色，然后所以挑了这个型号。可以 B 站搜索，他的 vlog 拍的不错啊，我经常看前辈的这个 vlog， 然后本来想，就是当时挑相机的时候想挑跟他一样的那个相机，后来想买个微单吧，然后可以换镜头，就买了这个。就当时买相机还和前辈有还考虑了前辈的相机。谢谢蔚蓝的星空送的一个荧光棒，谢谢。重点是粉色，没错，重点是粉的。买这个的时候我就可以挑的，当时搜索粉色相机。然后搜这个，当时好像还有个什么松下 GF9， 后来我想还是挑这个吧，嗯，佳能听起来就是大一点，做相机，你的单反是佳能的啊？我们会不会有人拍这次的 vlog？ 我有，应该大家都有多少录些视频，然后我至少我是录了很多视频，然后等到预备声结束。转正之后吧，然后就可以发出来了。现在还不能发，就是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带我的节奏，说我可以发什么什么什么，没有，没有的事。谢谢 Leo 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谢谢。亲眼看见啊。谢谢爱吃大白兔奶糖送的一个巧克力，谢谢。谢谢关羽送的十个巧克力，谢谢。其实上海去过两次，我入团前其实也没来过几次上海，然后就拿这个相机拍了好多鱼。说到海胆，今天有在那个海洋馆看到海胆，然后看到那个黑色的球球，然后还有刺刺，还有很多刺，我就很想在它那个球中间，我不知道海胆的眼睛在哪嘛，我就想加一个那种很卡通的眼睛，就觉得很可爱，然后有好多刺，多可爱，加一对眼睛。好像在嘉兴路剧场外面见过我，哦，什么时候？戴眼镜的特效，可爱的眼镜特效，就很想给海胆加一个那种特效，就很可爱。谢谢蔚蓝的星空送的一个荧光棒，谢谢。新鲜的海胆很好吃，有机会试试。它那个海胆吃起来是不是？我看前面有朋友说像黄是吗？像鸡蛋，里面是黄色的吗？我还没有吃过，希望我明天可以吃到。今天那个店里面没有海胆。嗯，晚上好呀。动车，你说要坐很久的那个动车吗？我小时候出去应该也是坐这种，但是我都忘记了。对的，不过一定要新鲜才好吃。好啊，我们明天一大早，就是应该天还没亮，我们就会去赶海。然后今天特意买了那个小桶小铲子，然后
还有买了三个小桶，然后小铲子。昨天还特意买了手电筒，但是本来想我们昨天本来想今天凌晨就去的，但是后来觉得不对，后来怎么着啊？后来又改了行程，然后决定明天凌晨去看海，然后特意买的小桶、小铲子，然后铁铲子，然后。还有，还买了个水枪，和我们在那个超市里面逛嘛，然后看到了水枪，看到那种小孩玩的，然后就是小时候家长总不给买，然后就很羡慕别人给小孩可以玩，然后现在长大了可以买得起那种小铲子、小水枪，就小孩玩具了，然后就。解放了，像一下子解放一样，想买就买，就买了那个水枪，准备一会儿赶海的时候，也不是一会儿了，明天早上赶海的时候玩一玩。谢谢守护天使送的两个荧光棒，谢谢。你们的行程是谁安排的？主要是加一艘的，对。佳怡这方面可厉害了，搜什么餐厅，然后一说吃什么，一会儿一下就搜出来，然后大家一起看，然后什么时候去哪个景点，什么时候去哪个景点，知道哪里？网上赶海的视频都好有经验，知道哪里买东西。我感觉我们走之前我也得恶补一下，之前看还有朋友说。带着盐去是不是？就是往洞里撒盐，然后他们就会出来。就那什么蛏子是不是这样？就那个竖着的。起得来吗？怪影子，起得来吗？起得来，绝对起得来。我起来之后，我们在那个房间里，我要跟你们汇报。起来。今天早上起床就很，今天早上第一次就没起得来，而且没听到闹钟。本来说我们定10点闹钟的，然后啥也没听见。我特意昨天晚上特意用那个语音跟 Siri 说："嘿，Siri，定一个10点半的闹钟。"然后我的 iPad 回我了，说："好的，已经定了一个10点半的闹钟。"结果我什么也没听到。明天放假啦，恭喜，不错，大海很漂亮了。对，就是我们昨天去海边了，然后走在海边上，走在沙滩上，就觉得那个海水打在脚上特别的舒服，然后可以感受到那个海水把脚底下那个沙子带走，然后软软的感觉就超级棒，然后。一开始我们是骑的三轮车，骑的四轮车，就是一个用脚蹬的一个人力小车，然后在森林公园那边，日照森林公园，然后从门口骑到里面，然后先去喂了鹿，昨天喂了小鹿，然后有一只小鹿，它就特别有一只公的，它特别讨厌。他就去追别的母鹿，然后弄得大家都心神不宁。只要他一来，然后大家就都跑。明天得多定几个闹钟了，没错。每次上学的时候，我一般都定好几个，然后昨天就太困了，就只是拿语音说了一个。我是哪儿的？我是北京的，但是我不是老北京，就所以听我说话。就是没有什么北京味儿的那种。海玻璃，海玻璃是什么？不过，是那个沙子形成的海玻璃吗？我之前玩 MC 的时候，玩那个《我的世界》的时候，好像就是用沙子和一个什么东西合成那个玻璃。还是没见过大海，有机会去海边啊，去海边城市。旅游，很舒服的，就是我们坐骑三轮车，不是骑那个人力小车，骑到海边，然后
就是一下子我们下车都是哇哇，因为看到海还很宽很大很平静嘛，就是离远的话，就是还没看到浪花的时候很平静，然后就有个形容就是人看到比自己大很多很多很多倍的时候，很多很多倍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怎么说？豁然开朗，或者就是心里面会有起伏嘛。然后大海，感觉看到它的一瞬间，你所有的烦恼，然后或者忧愁，就一下子就没了。你感觉哇塞，自然界这么开阔，还有什么烦恼可以让你不开心呢？每10分钟一个闹钟，没错。而且我当时定的更，我上学基本上5分钟或者2分钟一个闹钟，就绝对要把自己闹起来的那种。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还没有过睡过了的情况。海玻璃特别好看，我可以百度一下看看。现在百度一下，我先拿手机搜一搜，搜一下哈。宁波这里大海很美，那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只去过北戴河的海边，然后就以为只有北戴河有海。后来长大了发现，哎，怎么哪哪都有海啊？哦。原来我们中国有一大片海边城市，有一条是吧？天气不对劲，快10月了还这么热。我本来以为来这边会冷的，20多度嘛。然后就带了毛衣，带了这种长袖的卫衣，结果还不错，就是还没有想象那么冷，穿短袖也 OK。对，大海可以消除一切烦恼。如果我还挺想在海边城市，或者就是生活在海边的，不开心的话，我们就去大海，去海边走一走，多浪漫，又浪漫又自在，然后还可以把烦恼都抛到身后。你在海边啊？巧了吗？这不是你在海边长大了，以为哪哪都有海。我在内陆长大的，以为哪哪都没有海，以为中国没什么海，但是不是，是吧？很喜欢躺在海边听浪声。我昨天在海边的时候就也没有很兴奋的去捡东西，我就是在好好感受海的感觉。然后一开始阳光很好，我们下海的时候。我们下到海里的时候，也没不是下到海里，就是走在沙滩的上的时候，阳光很好，然后，海面上还有阳光反射的那个星光，波光点点，然后那个走着走，当时就很漂亮嘛，就是有阳光的时候，就感觉一切生机勃勃，然后，后来走着走着，我们沿着海岸线走了好远。走着走着，天没黑，太阳下去了。太阳下去了之后，就是没有各种反光啦、然后只有那种散射光，还叫散射光还是啥？就是没有有高光的东西了，没有闪闪发光的东西了，一下子就很安静，很安静。然后呢，我就看着海面，然后走在那个沙滩靠近海浪的那一块，它不是有浅浅的海水嘛？然后站在那里面，然后就发呆，看着海边发呆。南方肯定比北方温暖一点吧？对，好像是。那天他们俩从上海来，上海30多度，然后我从北京来，北京20度。我就可冷了，穿了个卫衣，后来我还把这个套上了，穿了个长袖卫衣。山东省日照是对，不过日照还比北京暖和一些呢。日照才，不对，日照还有25、6度，这很好。不是，我们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多少度？让我们看一下，我们一会儿可能
六点，不到六点就出门。看一眼天气，我天气呢？呀，20度，19度，可能要穿厚一点。海里游泳很爽的，对，我以前去海边都是去海里游泳，然后穿泳衣，然后去北戴河，去北戴河的海边，都是玩水的，感受浪花。然后头一次，今天这一次是头一次从海边，就是抓东西回去，去头一次赶海，头一次去海边不下水，就是不换泳衣游泳，以前都不知道海边还可以赶海，没听过这个词。然后当时去玩水去游泳的话，去海边捡到什么贝壳都可兴奋了，以为海边没什么贝壳呢。凌晨会冷的，还是得多穿点。对，不过到时候估计也不太算凌晨，我估计穿个长，哎不对，但还得挖东西，可能就穿这个长袖卫衣，然后穿一个裤子。你家就在这儿巧了嘛？黑龙江漠河都下雪了，现在嘛，现在就下雪啦。听说北京最高气温是这里，是你的最低气温。最高气温好像最新就20度左右吧，20度、19度。你那里呢？上一次去海边还是3年前去的釜山旅游哦，韩国那个釜山嘛。上海也有海，但是它的海好像不是这种海，上海的海好像不太出名是吧？不太有人说过上海的海。你这里最高32度，好暖和哦！我就喜欢夏天，我就喜欢30度的时候，就是我不喜欢的天气，就是雨天或者很冷，光刮风。就北京的冬天，它风很大嘛，我就很不喜欢。然后，但你要下点雪还好，还有雪玩；你要光冷，我就很不喜欢了。我可喜欢夏天，特别期待夏天。每次到秋天我就很难过，因为我最喜欢的夏天要走了。哎呀，我这个直播开晚了，我们昨天已经去过了东一小镇了，应该早一点在直播里见到你。不过我们也没买什么东西，也没吃啥。吃了我人生第一次尝试的红糖粑粑，但是怎么说，可能就是因为是这种旅行景点的，然后我觉得他做的就一般，但是我头一次尝那个东西，也挺开心，又尝了新东西，想起了电影《釜山行》，这种电影我一般不敢看的。10号插队公演，我应该会在的哦，但是我还不知道我会是什么位置，然后会上什么 unit，我都还不知道。谢谢塞纳和小鱼仔送的一个荧光棒，谢谢。以后可能就不这么喜欢夏天了啊！我知道。以后的夏天，哎呀，以后我就只能喜欢春天了。以后估计只能喜欢春天了，但是春天我们也有运动会。以后那就喜欢秋天吧，秋天没有什么压力，是吧？只有夏天和冬天，唉，夏天和冬天，我们冬天可能也要参与了哎。我得在冬天到来之前，再变得厉害一点才行。还好不是特别吓人。电影是吧？当时我好像同学给我讲了一下剧情，还是不敢看。你们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
国庆节出去玩吗？国庆节排练，排练公演，然后公演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出去。看我拍的喜剧片，轻松点啊！我还以为你说《釜山行》是喜剧片，不是啊？不，后来反应过来了，喜欢喜剧片哦。喜欢看皮克斯迪士尼啊，不愧是美术生。我喜欢，我不太敢看那种情感特别，情感宣泄的特别明显，就是特别强烈的情感冲击那种电影，或者特别严肃的题材的电影，也不太敢看吧，因为我觉得我看了肯定会情绪波动很大。我以前是一个不喜欢有很大情绪波动的人。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大情绪波动的话，人生可能会变得很无聊，所以还是要多去感受感受这个世界，然后多去丰富一下自己的情绪。哦，我有点像啊，是吗？头一次有人说这个，说像这位前辈。插队下场是五号吧？是的哦，五号。真的不吓人是吧？那他可以加入我的电影清单了。时隔七年，明年春节有电影，那我没准真的会去看看。他以前的春节电影，我都是每年都按时看，我小时候可喜欢看了。可以看看僵尸国度，很带感。哎呀，说了不敢看这种。不过倒是可以去搜一搜那种讲电影的视频，先看一眼到底有多吓人。哦，我今天穿了这个裤子出门，就是突然跳的有点远哈，在海洋馆的时候。然后因为昨天穿的裙子，说今天穿个短袖和裤子，然后穿了这一套。看这个裤子，然后还是前几天刚买的，新买的，为了出门新买的。然后在海洋馆我们拍照的时候，就坐在一个台上嘛，然后说哎，往这边移一点，我一移，他那个铁片就把我裤子给弄破了。就是今天还是第一次穿它出门，然后它就破了。但是如果是小时候肯定会特别难过，就是特别可惜之类的，或者我家长肯定觉得特别可惜。但是呢现在长大了，然后就长大了，就觉得长大了你审美就多远了嘛，就感觉这条裤子变成破洞裤了，这也还好是吧。这本来是一个那种辣妹的裤腿裤，然后现在它这儿又多了一个洞，变得更辣了。我觉得它哎也还好是吧，变得更辣了，破了个洞。一定会很生气，不能让他看到是吧。短剧情人，鱿鱼游戏怎么跟我们最近的行程很搭呀？感觉只有九级好，我记一下鱿鱼游戏，因为我觉得和我们这次旅行特别搭。我小时候爱吃的第一个海鲜就是鱿鱼，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因为小时候嘛，那一路基本上只吃什么鱼肉，不是，基本上只吃什么鸡肉、牛肉。然后呢，第一次吃鱿鱼的时候，觉得它，哎，这个明明是肉啊，它怎么跟别的肉不一样呢？然后怎么这么像口，不是像果冻啊之类的？然后我就很爱吃鱿鱼，记住了这个口感。对，小时候第一次吃的鱿鱼就是铁板鱿鱼，多少有点惊悚。你也看过这个剧啊，大逃杀类型，它一集多久啊？
大逃杀类型的，那我就先记下来。可能我还真不敢看呢。55分钟一集哦，还不短耶。铁板啊不，韩剧《鱿鱼游戏》哦，那它和鱿鱼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鱿鱼游戏》。由于这两天我们玩家人就是由于一种游戏的名字哦，好像没啥关系，就是那个游戏刚好叫由于哈。这几天我们还有点那个烧烤的外卖，然后就点了很多，也不是很多，然后我就点了那个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海鲜，也不是尝试。就以前也都吃过，然后呢我就每次都会点鱿鱼烧烤。没有看耶，最近没有看什么剧，最近事情还挺多的。海鲜是不是很便宜？我感觉这个城市的物价就很低，然后什么都还挺便宜的，可能因为在北京和上海对比之下吧，这还挺不错的。今天我们吃的海鲜蒸汽锅超级多，就是吃了好久，三个人，然后这么大的锅吧，然后堆的那个海鲜都堆起来，才138。我觉得在上海这怎么着不得198起。爆裂舞台，好，爆裂舞台是什么？锅底有粥吗？没有哎，刚才也有朋友问那个粥，但是没有，不是有的那个蒸汽海鲜是有粥的呀。晚上好，上海有类似的238啊，是吧？我们他这边真的还挺便宜的，然后打车之类的也是，打车我打了一个才9块钱，几块钱的，然后。你来了 ，Hello。去泰国吃海鲜，还要新鲜品呀！我还没有去过泰国玩呢，有机会可以去，有机会还挺想去。最近我对生活燃起了很多热情，干什么都挺想干。可能是因为来这儿了吧？我来这里之前，就是平常在学校，我什么都不想干。然后出去玩也没有什么激情，吃东西也没有什么激情，然后来这儿之后感觉什么都想尝试。爆裂舞台是爱奇艺的综艺，好哎。对的，海鲜蒸完汤汁流到锅里，哇，哦，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在这里，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日照再试试，再吃一顿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打车9块钱可以一个人，能这样啊，都没想呵呵，感觉最近出门就是去哪都是打车，因为骑共享单车还得看路嘛，还得看地图找路，刚好它也不太堵。哎，我现在看了一眼，刚才突然瞄了一眼直播人数，看到是713人。这好巧，刚好是我生日。每次我看到这个数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17:13或者7:13的时候，或者是那个，7:13的时候，我就会很感觉很开心，很巧，就是突然看到自己生日的数字，然后觉得就会很。怎么说，就有一种幸运的感觉，突然眼前一亮。来这里不应该每天练4小时体能，再练生再练武吗？你是说
在 SPA 嘛，是这样的。之前我在那个出道之前，我就每天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就是会去跑步机上运动，然后跳舞。唱歌我们倒是练的很少，我们好像就上过，之前有上课的，有上声乐课的时候，一周大概上一次声乐课。不过排练是有那种音响，然后话筒、钢琴、电子琴，对，电子琴，两个电子琴，可以自己在弹着琴然后练。然后前辈也告诉我了一些练习唱歌的技巧，就是找那种练声的，那叫什么，就是边弹琴然后边带着你练，然后找这种音频跟着练。十号公演节目定了吗？还没有耶，还有288天，是到什么？还有288天到什么？十号公演节目还没有定，五号倒是定了。五号我没有 unit， 但是有助演，就是前辈的生日环节的助演。今天 PPT 做作业的时候，搞得都想喝。PPT 确实很让人抓狂。主动练习选手还是被动练习选手？嗯，我之前那个训练的时候就是超级主动，超级主动来着。然后现在的话，感觉每天都是安排的时间超级忙。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很多事，然后干完那一些一天就结束了，就是也包括跳舞唱歌，然后回，然后和大家交流沟通，就是口袋时间，然后再看一些前辈的那种视频，然后回顾一下自己的各种舞台呀，然后数据啊网上的，然后一天就过去了。会会翻牌什么的，倒是也算不上主动被动，就是这些事你是分内的嘛，你就必须要去做的。先来小狐狸恋爱吧，哦，这已经是新的 ID 了哈。你生日，我猜了一下是不是我生日，但是我没敢说。我的生日7月13号，明年7月13号呀。不知道在你们看起来我是刘妹送你礼物哦，哇，第一次收到耶。那我好期待，是不是去剧场的时候阿姨就会交给我，是吗？还挺期待的耶，有点像到时候就要总选排练了吧，应该是，到时候估计就得在准备拉票，然后每天我想想到时候应该干嘛，到时候可能会每天想着办法，变着方法营业，然后排练拉票的，应该会有个人拉票哈，排练拉票的节目，然后拍视频剪视频，可能会画给大家画图像，然后在房间里各种营业，各种电台，各种直播，然后可能还会出去拍照，对。那这个双马尾可爱，嘿嘿，随手扎的一个，头发乱乱的。听到一些厕所消息是什么呀？好说吗？不好，好在这里说嘛。不好说，可以给我发翻牌奖。不一定也有被撕吞了的可能啊。
我生日估计中报都出来了，啊，应该是吧？对，六月份开始吧，应该。好的哦，好的。那我国庆那一阵期待一下，期待到那时候。好、哦，我和小五都没吃过黄泥螺吗？黄泥螺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哎，我对海鲜其实一窍不通。今天这几天我们见的东西，我只见过花蛤，只知道花蛤长什么样，其他的所有的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啊。皮皮虾可能见过图片，也没吃过，今天第一次吃，就是也不会剥那个虾，还是嘉义给我剥的。第一个，好像我当时第一次吃小龙虾的时候。没多少肉，吃得饱吗？最后吃的还挺饱，因为还点了那个饺子啊，然后还有别的菜。啊，今天最爱吃的是生蚝，第二爱吃的就是那叫什么来着？水母。对，今天在海洋馆看到的最可爱的，也不是最可爱，我最喜欢的也是水母。水母我感觉特别的，就怎么说，超级浪漫，然后特别梦幻，因为它长得跟别的生物不一样，它只有它那个半透明的皮嘛，它的脑子也是半透明的嘛，就很不真实。对，海蜇，哎，海蜇和水母是一个东西嘛，就在我的认知里它都是那样的。不是，那就不是，那就是海蜇。海蜇和水母它们区别是什么呀？晚上好呀。水母好像不能吃，水母是不是蜇人的那个？那海蜇呢？海蜇有那个触须吗？有那个底下飘荡的东西吗？水母有脑子，水母有很多毒。我知道那个水母它会蜇你，然后小时候还经常看那个《荒野求生》或者什么自然界的那种纪录片，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有人还特意去尝试那种世界上蜇人最疼的水母，然后蜇一下怎么样，然后好像蜇完之后倒醋会好吗还是怎么着，我小时候记得有一个这样的情节。不会啊，你水母是带电的吧？哦，海蜇是水母的一种。啊，原来这个还是有区别的，怪不得都叫凉拌海蜇皮，不叫凉拌水母。水母有脑，我好像还养过水母。有人养过水母，我小时候养过那个鱼，小时候养过很多鱼，然后就是从公园里面钓的那种小金鱼，钓的小金鱼就是好像几块钱钓一次吧，然后给你一坨面团，然后一个鱼竿还是那个橘色的，印象可深了，然后就把面团揪起来揪成那个小球球，然后挂在那个钩上进去钓。然后我叫这个超级厉害，墨鱼汁拌饭，有的还挺好吃的哦。如果看到我就尝试一下，但是这几天在日照还没看到过关于墨鱼汁或者墨鱼的东西，都是软体动物，但是水母更高级一点啊，水母更高级一点。好的。然后我们今天在那个海洋馆，今天在那个海洋馆里面，它一开始都是那些小空间，就是放上水，然后有单种的那种鱼，就是一个种类的鱼在一个这么大小框框里，然后那种其实看起来，没有太让人激动，然后。我觉得就适合那种长得很奇特或者很漂亮的鱼，然后后来
里面走到了一个就是水族馆必有的那种特别大的那一片墙，就是最大的那一片玻璃鱼缸，叫什么呀？然后里面就有超级多的鱼，有鱼群，然后有鲨鱼、大鱼、小鱼都有，就是最漂亮的那一块。看到那一块才真的有到了水族馆的感觉。那宋慧行，好的，到了房间告诉你哦。水母不是孩子。好，好的，剧场可以。好像是不是姐姐还会检查的呀？这些哪个好，一切正常，一切正常。然后想想今天，不过今天这个水族馆，我感觉我最喜欢的两个地方。三个地方吧，第一是那个水母那一片区域，虽然它没有很大，但是它那个水母它都是放在一个圆形的凸起来的。然后它一个圆形的凸起来的，然后水母在里面，然后每一个球球里面的水母颜色都不一样，就很好看。我录了好多水母的视频。一切正常，不错。啊，他睡着了吗？他昨天好像睡很晚。我昨天就是已经困得不行的时候，就躺在床上。我定闹钟的时候，我听见小五还在外面翻牌，还挺辛苦的。然后让孩子睡会儿吧，我们一会儿还要早起。然后，之后。第二个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什么来着？第二个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纪念品商店，就很像那个迪士尼的商店。我觉得它商店倒是做的最好看的了，最可爱的。到时候我也录了很多商店的视频，也没有很多录了商店的视频，它里面那些小海报或者小公仔搞得都还挺可爱的。然后我就给小熊带了一个，因为他没来嘛，给小熊带了个小熊。但水族馆里的小熊，我想应该就是北极熊，一个白色的熊。然后，水族馆人多吗？不多。今天造型好邻家。今天我是心血来潮，突然扎了个双马尾，就是逛水族馆的时候还是披着头发。就今天看我照片，应该就是披着头发。然后出来之后，我看一摸都有两个皮筋，我说那扎上吧，我都不知道我后面分的怎么样。然后扎的时候也没有照镜子，就是随手一扎，看倒是还挺对称的。我上一个，生满美院的，好，我就是，没错，双马尾。就很可爱。我第一次呀，谢谢钢之炼金术士送的一个花前月下，谢谢。这个特效好好看哦，好可爱。然后后台好像确实有见过蛋糕耶。然后，今天啊，第三个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那一大片玻璃墙，
我觉得那个就是水族馆一定要有的地方，有了那个才算水族馆，然后就很浪漫。之前看什么电视剧啊什么，只要去水族馆也都是那里的镜头啊。水族馆那个玻璃幕大的玻璃墙后面肯定还有那个隧道，海底隧道，那个也很浪漫。但是今天的这个隧道印象不太深，其实我就看到那个幕墙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我动森里面，大家有玩动森的吗？我玩动森比大部分人，比所有人吧，大部分人晚了一年才玩，然后呢就今年玩的。然后我想起我动森里面的水族馆，想起那个水族馆也超级好看。你可以养两只水母，不是很难的哦，对吧？有不加，不能加，是吧？哪天给你们分享分享我的小岛。前段时间很多前辈都在玩摩尔，我当时也有玩，然后但是我感觉那个摩尔庄园我手机上看着太小，我就没玩下去。不过我小时候还超级喜欢玩那个摩尔庄园，我小时候最爱玩的是奥比岛，然后是摩尔庄园，还玩过什么，就是他们同一个公司出的赛尔号也玩过，然后小花仙也玩过，然后那个奥比岛、奥拉星，还有谁，还有一个单独的那个洛克王国，就是都多少玩过一下。我们可以去啊，对，我当时也看到了，就是大家都在那个成员的房间里团建。等我给他下下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去玩了。我现在电脑，现在 iPad 上没有。我觉得还不错哎。我们之前没有赶上热潮，但我们现在可以再来一次。奥比岛有手游，好像前几天看到了他们那个手游的预告，不知道到时候奥比岛会不会也像这个大家都来团建。我已经几个月没上岛了，全是杂草，五姐差不多。那哈利波特玩了吗？没有，就当时大家不都在下，不是，不都在问那个分院吗？但是我当时手机没内存，我就一直没下。哎呀，感觉每次我都赶不上这个热潮。大家，不过大家都可以提醒我，也还不错。睡觉跳公演。走，那我今天晚上给下下来。直播玩子杰模拟器。哎，这个可以用。回去等我拿到电脑。啊，是吗？那我到时候研究一下哈。看来大家还都挺，怎么说，还都挺跟得上潮流的。我总是那个慢半拍，你看我那个什么 Switch 也是慢半拍，然后动森也是慢了。我室友睡着了，哦，小五是吧，他在外面睡着了，在互联网冲浪浪头上，没错，我好像就在浪尾。不对，那叫什么呀，浪的低谷的地方。十号公演见。好的呀，十号肯定在吧，应该。教我玩那个分手厨房。哎，可以，我电脑上有分手厨房。是不是也可以直播玩这个？被一波浪拍死了。可以，过段时间会更新，可以。现在动森还偶尔去服装店或者那个商店买买家具。陈琳生日在吗？我在的哦，在，但是我没有 unit， 但是我有前辈的助演，第一次助演，又可以有第一次了，不错，鼓掌。
我和谁玩还是单人玩？之前跟同学玩，我们宿舍几个人都玩这个分手厨房，提议不错。哎，他又直播睡着了，他好像总干这种事情。他在客厅，然后我在这个屋子，然后佳怡应该在另一个屋子。祝妍也算了，那就是有这个节目。然后16人曲的话，我是上前几首，前四首加上中间的两首《Universe》和《2024》，一共6首大歌。我播到几点？过一会儿会儿吧，再跟大家聊一会儿会儿。分手厨房玩着玩着吵起来，没关系，吵起来才有效果。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谢谢可爱喵家汉堡送的一个兔兔，谢谢。啊，中间无 unit， 就是没有那个三角函数的 unit。好像这一场我们很多前辈会回来上，这也挺开心，可以看到前辈们。有些前辈还没有见，也不是说没有见过，还没有一起上过公演。最后四首不上，对，最后四首加 Universe 是小熊上，我们俩还是一起分16号位。那不以第一为目的，那这种吵肯定是这种吵架更多咯。那在大家眼里都是哈，都是这个吗？加前辈微信，没错。哎，还有一个马里奥派对可以多人哦，好像有所耳闻这个游戏。说到 NS， 我最近想买那个马里奥的一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奥德赛。对，哎，说到中秋，本来中秋之前就想就说买来着，然后中秋给忘了，然后后来说十一不是中秋回家那几天买来着，然后我也给忘了。好的，会看你的，谢谢你哦。可以玩马里奥赛车啊，赛车我也听过，就是这几个游戏，我看了一下，然后就后来说，那我就先买一个吧，然后先买那个奥德赛。我估计以后这些我都会一个一个买完玩完。我们30号回去，奥德赛特别好玩，不错。那我选对了，不过这些很有名的，大家都叫得上名的游戏应该都还不错。塞尔达传说明天塞尔达二，塞尔达传说我是最开始就知道久仰大名，但是有人跟我说那个这个游戏做的太好了，然后建议先玩玩别的，因为玩了这个就觉得所有游戏都一般了。我准备攒攒这个过一阵子了，就是玩过很多别的游戏的，因为它不是开放世界，然后可以干很多事情嘛，大概有个了解。早买早享受，晚买享受。哎，这个就是当时买武力全开2021的时候，应该是2021还是什么？当时买那个最新的，然后。这是年初寒假的时候买的，然后现在到年中了，我一看那家店便宜了好多，可能武力全开这种有年份的游戏就是这样。想想今天还有没有。还有什么好玩的啊？我们刚才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民宿它的锁是密码锁，然后回来的时候，谢谢你夸我啊。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就是密码是这个店家微信发给佳怡的，然后佳怡手机没电了，然后我们仨就在那猜密码，出了好多次都不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想办法怎么办，然后试了好多次，试了好多个排列组合，然后有时候你就是有那个执念，你就觉得是那个组合，但是他第一次不对，你还想试第二次。见甄嬛大冒险，好久没玩。嗯，见甄嬛大冒险我也玩过几次，然后后来我们还是没猜出来，特别搞笑当时。然后就三个人蹲在漆黑的楼道里，楼道那个监控灯还坏了，然后就蹲在那里猜密码，然后就感觉好惨，没有电，而且我们是有一个满电的充电宝的，但是没有带那个充电线，就很那啥。我们趁机保着林佳怡，保着。然后后来找着房东联系方式打了个电话，就感觉当时三个人走投无路，然后蹲在那个地下，然后声控灯还坏了，然后好可怜。谢谢草间利口送的一个兔兔，谢谢。就很巧。三个人的手机就林佳怡，他有密码，就是只有他知道密码嘛，然后就他的没电了，就他的关机了。然后我们今天还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逛超市啊，刚才还在动物之森买大头菜卖吧，你们卖大头菜赚的多吗？有赚过吗？应该多少都有赚过，但是就是有没有碰到那种超级高的价格。我的白骨精造型深入人心。我那个首饰对吧，我可满意我那个首饰了。那个首饰是我买的最早的一个饰品，碰到过哇，大头菜战术型的，我还没碰到过那种超级高的。就是有一次我第一次卖大头菜的时候可惊险了，就是哎呀暴露我调时间卖大头菜了，然后我当时就调那个时间暴露了，呵呵，调时间卖，然后调到了周六，一直是调到了周六的上午，就很紧张，要么就是50要么是90，要么50要么90，可紧张了。哇塞，500多也太高了。谢谢晴天送的一个荧光棒，谢谢。然后最后的最后。给卖了，可感觉超级惊险刺激。然后这是第一次。我好像就搞过两次吧，第二次我直接就给放过期了，气死我了。现在我的岛上还摊着那一堆我囤的大头菜，然后他们都坏掉了，然后在那招蚂蚁，可讨厌，然后我也懒得捡。晚上好哦。那个动物之森高价刷高价卖价，然后哦，好像是有这种群啊或者什么，特别好看，哎，可以耶，到时候看看。然后刚才说的超市，你们爱逛超市吗？就是小时候我爸总逛超市，可能就不是因为，也可能就因为不是我自己主动想逛超市的，然后就很不想去，但是长大了就是多少都得去超市买东西嘛，生活用品自己一个人住。这时候我就开始特别爱逛超市，就喜欢走在货架边，就是货架之间，试吃的地方。好真实。我小时候也是，
然后山姆开什克奥勒奇啊，开什克我还没有见过，山姆只在网上见过，奥勒奇是前几天搜那个蝴蝶酥的时候知道的他。山姆，上海是不是有那个山姆超市会员店？我在网上总看到他，然后看到好多人测评他的美食之类的，但是好像我离我们挺远的，对，我就还没有去过。然后我就是最近总爱逛超市，然后看到超市就进去逛逛。刚才我们仨回来下车的时候，这两天吧就把这个民宿小区门口的四个超市都逛了个遍，然后有时候逛了其实也不太买，就是因为好多吃的要买也只是买吃的嘛，但是吃的你这个身份在这儿，你不能就放开了吃啊，放开了吃它好多热量很高的，就是什么饼干啊薯片或者面包都不太能看到喜欢的就吃。因为我最近也不是最近了，就是减肥之后开始养成习惯，就是看一眼配料表，只要那个我觉得高一点我就看一眼拿起来看一眼放下就这么样，结果到最后就只会买这种无糖雪碧或者无糖可乐或者元气森林，最后买的都是这一些。有青浦一家比较不山姆河马比较大的那一种哦，上海山姆人好多，适合囤货啊。好像之前搜过，我们中心附近好像还离中心挺远的是吧，山姆。如果有机会或者能路过的话还挺想去看一眼，不过它好像要会员是吧。青浦一家，高科西路一家，还有一家奥乐奇的蝴蝶酥礼盒是国际饭店特供，对，我就是搜到这个然后知道的奥乐奇。然后后来小曲跟我讲他家旁边就有个奥乐奇啊，说以后我再想吃了再想要的话就可以找他带，对，算热量。我就会在脑子里就大概的除一下四，然后算一下然后再看一眼今天吃了啥，今天还准备吃啥，算一下啊，不超就可以买，超了就放下。豆子有比较喜欢的动物村民吗？我们岛上有一个，有那个熊叫什么，就是有一个网红小羊，彩色的彩虹的那个羊忘了叫什么了然后我觉得那个杰克是叫杰克吗，就那个猫猫，灰色的猫猫也很可爱，然后那个六万六也很可爱，然后我们岛上有个很漂亮的小鹿，哎，完了，我太久没上岛了，我都忘了它叫什么了，是一个棕色的小鹿，也很可爱。山姆可以送货的哦，对，远，对，是好像是要会员来的，所以我觉得我离逛就是我离这个超市还是挺远的，就是应该也不会。因为没有啥机会应该也不会去买他的会员，得在配送范围。不知道搬了中心之后会不会和这个超市有缘分，反正我总之我最近要自己生活了之后但是还挺爱逛超市的。然后哦，河马，对，河马也是最近新兴起的一个，感觉像是那种，这个怎么形容啊，新时代超市还是什么，或者新的超市品牌，对，新的超市品牌。好像还有一个也是，还有一个牌子也是有会员店，之前跟朋友出去然后挑好半天然后好像是每人优先还是什么什么的超市啊，就是卖那种新鲜水果，然后也是会员店的形式，就是都挑好了后来发现他要下载 APP 然后弄会员什么的才行，
然后我们就懒得搞，就直接放下走了。河马也可以，好像就是河马。嗯，高端菜市场，对，感觉最后不是最近出现了很多这种高端菜市场类型的超市，倒是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还挺整洁好看，愿意让人进去，它那个环境。然后，哦，这个东西，我这几天带到，从家发现了，带过来了。然后前一次直播好像也在手里玩挺久，然后刚才也在手里玩挺久。这个是我在学校自己做的一个戒指，大家看，反了，是个嵌了一个爱心形状的，就是。蛮好看，就是我们学校有那个，有一门课就可以体验做戒指，就是那门课就是去一栋楼，那栋楼里全是实验室，各种各样的机器，然后这就是在那个铸造那个车间里面，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选一个首饰，然后可以给我们拿银铸出来，用蜡做那个模，然后拿这个银给它搞出来。然后我就选了这个戒指，然后这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然后不是说戴戒指可以增加你穿搭的精致感吗？然后说，哎，那既然发现这个就带来吧。对，不是手工制作的，但是是我们上手磨的，海鲜吃多了会得痛风的，不能多吃啊。那我这几天注意一点，不过应该也不会吃太多，因为只在这里待几天。倒是种草了那个生蚝。对，道具铺抓个去当免费劳动力。我们之前就是跳出店的时候还自己搞了那个道具嘛，自己想那个道具到底摆什么，就在后台就随机抓了几个道具组的。但是我觉得后台放道具的，那一片地儿还挺多可以发现的宝藏的。碳烤生蚝香，好，我好精致，倒是也没有太精致。今天我们那个早饭啊，这个也想跟你们讲，我们今天的早饭，昨天我们是第一天晚上来，然后发现了有，主要是他俩先到的嘛，先到的这个民宿发现有面包机，就下单了一个面包片，下单了一包面包片，第二天吃，第二天早上就烤了，第一次烤那个面包片，第一次在这儿烤面包片，就还跟大家讲那个多士，为什么叫多士来着。然后还问大家为什么叫多士来着，就是那次当时我们吃的时候就觉得啊，如果配上果酱配上牛奶应该更好。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去超市，去门口的超市，然后就买了牛奶买了果酱。今天早上蒜蓉生蚝，然后今天早上那个我起的比他俩晚嘛，是他俩把我叫起来，没有听到闹钟，然后他们就已经烤好那个面包了，摆在那个餐桌上，特别怎么说，早上起来看到有热乎乎的早餐在餐桌上，然后摆的还很好看，然后切好了那个香肠切片，然后还有果酱在旁边，然后果酱抹果酱的勺子也有，就是超级幸福看到这些东西。今天发的照片很好看，以后要多拍。是指我发到那个口袋动态的照片吗？今天也拍了很多，然后还没有 P 完，P 了一半，一会儿直播结束之后继续 P， 然后 P 完再发个动态。然后我动态还有三组照片攒着没发呢，然后等到我没照片发的时候我就发。这几天肯定每天都有新鲜的照片发。
谢谢五八的柯基送的一个荧光棒，谢谢。好，期待了，不错。我看前面有错过什么？嗯，碳烤生蚝，碳烤生蚝和蒜蓉生蚝有区别吗？总之都是烤生蚝，是吧？谢谢发发，谢谢发发送的一个巧克力，你好呀。生蚝一定要吃蒜蓉，行。好像是不是也有蒜蓉粉丝扇贝这个搭配啊？经常吃，其实在哪里都看都能看到。然后，嗯，但是那天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东营小镇，对，昨天我们是先去了东营小镇，后来看到大家跟我们讲东营小镇也挺普通的，就是不建议去。但是哎呀，看到大家的消息晚了。在那个东营小镇还买了那个生蚝，蒜蓉生蚝，粉丝蒜蓉粉丝是不是蒜蓉粉丝扇贝？这个东西其实在哪儿都有卖的嘛。然后我妈昨天就是在我还在北京的时候，还买了一个速冻的这个玩意。但是这种东西果然在海边还是更想吃一点，在海边我感觉就是还是得吃一下，然后就买了。刚出道的十六七妈是呀，还没出道还没有一个月。我是新人，有 vlog 吗？是有拍素材的，嗯，我有拍，然后他们两个也有多少录一些视频，应该小五会有个 vlog， 佳怡我估计，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但是他也有拍视频。国庆节上公演吗？上五号的林姐的生日公演，然后有助演。好，加油。然后哎，我刚刚说什么来着？孩子一堆素材就是不能发，哎，而且我感觉没有素材发，不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可以展示自己的话，有点难呢，有点难呀。只有公演可以和大家见面，还有我的房间，然后还有直播，就是感觉可以引流的地方有点少，有点难呀。国庆节排了几场公演，国庆节就是五号那一场，林姐的生日公演。祝演谁呀？祝演林姐的生日环节。可以公告写下啊，好，编辑。五号有。加个 emoji， 加个星星的 emoji， 我可喜欢这个了。完成，哎，不错，头一次在直播的过程中编辑这个公告。现在和哪位前辈关系好？现在和十五期的前辈们关系很熟，嗯，我们队的十五期。然后，其他的话。其他的前辈我们队的话和吕一前辈稍稍熟一些啊，和那个小曲很熟。好，加油，谢谢发发送的一个巧克力，谢谢。期待三小时转正 vlog。 我估计加起来没准还真有这么久呢。啊，那个绿头套，救命！
但是我有一种预感，就是我们插队的人早晚谁都要带一片车绿头套。不过我看那个绿头套已经发展出了很多其他颜色的头套。对，这个星星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三个小星星好看。小曲跟他还挺熟的，我们两个第一次在排练室聊天的时候，见面的时候，就是碰到的时候，我俩就感觉就是和对方能挺聊得来。现在都头套都不止绿色的，没错。好的，我也会早点睡。我们今天肯定得早点睡，因为明天要早早起床。如果要有事的朋友们就先睡觉去吧，晚安，提前说个晚安哦。谢谢陈红宇歌迷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谢谢。提前记着，好。钢之炼金术士，拜拜。晚安。卡了？没卡吧？好，啊，好，播到几点啊？估计也快了。哎，这个有点危险哈！以后看插队公演，以后继续看插队公演，带各自。加小我想应援色头套，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比应援棒还厉害呢？到大家豁得出去嘛，如果豁得出去，我倒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议。我们在台上肯定会很期待看到这一幕，肯定不只是我，前辈们肯定也很想看到。倒是我们在台上可以看清楚大家戴的那个口罩的不一样，然后我看。有些粉丝会戴那个荧光绿的口罩，就是这个绿色的口罩，这个绿色的口罩，然后还挺显眼。然后还有，上次看到一个粉丝，他戴了那个有表情的口罩，太搞笑了。哎，是，确实绿色不太好戴呢，确实。看我之前感觉在台上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看看大家都戴着什么样的口罩。或者我记得有一个戴面具的粉丝，应该是前辈的粉丝，然后戴了一个奥特曼的面具，就很令人印象深刻。好，晚安。以后对推在彩虹，突然好像我们队可以和头套绑定起来了。那你们藏好吗？你们真的敢把头套戴到外面吗？到时候公演开场前大家都很正常，然后一开场，不对，如果你们戴上口罩，我们会笑场的吧。你们戴口罩看的话，我们肯定会笑场。真的好近哦，在台上看大家。就是之前看网上的视频还觉得还好，然后真的第一次站上那个半圆形的舞台，就我们考核的那一次，我觉得真的太近了，就好奇妙这种感觉。然后之后那个真正公演的时候。台下站满了人，然后也有超级奇妙的感觉。守护头套平安。这个头套就是我们草子哥前辈第一个搞的是吧？哇塞，那这位粉丝。奥特曼皮衣这个粉丝肯定还豁得出去。不
估计大家也喜闻乐见吧。确实很有效果呢。再往看样子，可能礼物可以加一个队伍装水桶。哎，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这个礼物是吧？礼物也要紧跟时事，它不只是过节这种很正式的、很正经的时事，肯定还有我们自己河内的梗啊，也可以加上来，对吧？绿头套不是各种颜色的头套可以安排上。谢谢这一生有目送的一个巧克力，谢谢。只是对我们凶吗？不凶。虽然我还跟他接触的机会倒还没几次，倒也不多，但是有一次谁谁在我们下公演，就是准备去机场的时候，准备去机场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舞台上就是对大家挥手说拜拜嘛，下来的时候我走到后台的时候掀那个帘子，刚好有一个粉丝就大喊，就是喊我的名字，好像喊了一长串，然后水水就接着跟着那个粉丝跟着喊，就跟我开玩笑，就特别可爱。谢谢打不倒的小神通送的一个兔兔，谢谢。这个毛衣好看，这个毛背心确实有这个徽章，感觉是个点睛之笔，要不然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花纹毛衣。口口一才行。对，夜蝶确实是合理的梗，但这个梗很久了嘛，我觉得可以来一些新的了。不过这个梗经久不衰。夜底那个昨天我们去喂小鹿，去鹿园，然后鹿园的路上有那个种了一排花花，然后就看到一只紫色的蝴蝶特别大，然后佳怡说啊姐姐姐姐姐姐蝶，然后呢小鹿说然后小鹿说那妹妹蝶呢，然后后来还真看到了一只白色的妹妹蝶。对，很难超越。哇，谢谢陈红宇歌迷送的一个夜蝶，谢谢谢谢。哇塞，好好看哦，我还没怎么看过这个特效，然后这个特效在 iPad 上好大哦。哇，然后现在它合二为一了耶，哇塞，好看哦，鼓掌。双马尾真可爱。谁是副队长？应该是我们口一前辈是副队长。一柳会跳夜蝶吗？我入团前就知道这一首很经典的歌，就是我刚入坑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早晚我得跳一跳。iPad 直播吗？对。海外居然还不行是吗？我给自己，我感觉我自己肯定是第一次，肯定是妹妹味，肯定是妹妹，姐姐不起来呀我。我感觉我这种一说话就一直在笑的，怎么解决得起来？但是呢，可能在这里修炼修炼，多练习，总有一天我可以挑战姐姐味的。我知道这首歌的时候还没有看，我第一次知道。我看小熊网他们还没有啊，我一会儿去看看。对，甜妹永远的神，没错，就喜欢甜妹。今晚有波波啊，今天突然
也不是说突然吧，今天刚好有空，昨天是真的有点安排的有点紧，然后我们之后我们明天没准还会在民宿里面学舞蹈，对，在民宿里面跳舞。嗯，的确没法解决胃，总有一天，嗯，在我挑战完妹妹胃之后，总有一天我可以慢慢变姐姐的，总要成长嘛，是吧？能不能解起来看我和谁对位。嗯，没错，没准我们来了小后辈。不行，我怎么就已经开始想小后辈了？对，学五号的舞，五号的舞，我还都挺喜欢的。嗯，现在应该还不能讲吧，没准还没定下来呢。五号的舞我还挺喜欢的。好哦，好哦，要先睡的朋友们可以先晚安喽。嗯，戴眼镜显得很帅，很帅哦。甜妹给个机会，是大哥吗？啊，那些歌原来是大哥，嗯。原来是大哥，然后我们来，然后前辈改成助演的这种小组的形式。有人要进团了，是吗？你们？嗯，可以改的吧？什么是可以改的？对。就是你说大哥嘛，大哥改成小小哥小曲。嗯，应该是学几首还没学过呢，但是有些歌我当年听了很多遍，这还挺熟悉的。谢谢乐乐学医头秃送的两个巧克力，谢谢。谢谢冰0829送的一个玫瑰花，谢谢。歌眼书双马尾写的年轻，可以耶。我第一次考核的时候，陶总就跟我讲，以后我多练练化妆，然后多找找就是适合自己的造型，然后不然那个灯光可能，就他的意思应该是我得多找合适的造型，不然可能会显得年龄有点大。因为我这个苹果肌和颧骨它很蓬，然后在那个灯光下一打光，然后这就会有那个阴影，可能会显得年龄大一点。粉丝叫啥呀？我的粉丝叫啥呀？我之前搞了个投票，但是那个投票结果，出来之后，我突然又有了新的想法，然后就还没定下来。嗯，比如任性，等等，我错过了几个弹幕。有什么想法啦？就是我的粉丝名嘛，不是三选。都已经到三选了，哎呀，我这是一个犹豫不定的人。就是我有了个新的想法，哎，虽然这么说好像大家当时就白投了，不好意思。任性的流星也是超级经典的嘛，我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河里面，就当时一开始就很常见的 unit， 我还挺想跳的，对，多看了很多遍了都。然后估计我都快会了。然后我那个粉丝名，我想跟我这个，我的房间不是花园嘛，想跟花园有点关系。然后因为我也不是说很喜欢迪士尼吧，我觉得迪士尼它是一个很梦幻很有梦想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就是柳叶刀也太学术了。太学术了，
然后不过柳叶刀好像有一家餐馆叫柳叶刀，很好吃，在北京。然后他们科普一个冷知识，他们的过山车的那个设计师或者工程师叫梦想工程，叫幻想工程师，是不是超级酷、超级浪漫、超级有意思？他们叫幻想工程师耶。所以我就想，我们这个，我也想起一个这样的名字。你好呀，晚上好。希望你喜欢能登顶。我就是想也搞一个类似的名字，然后最近我就在到处搜罗花园里面的东西，懂了吗？我当时有想过园丁，园丁我感觉有点普通，没有气势。然后等我确定下来了，因为我怕我今天定下来，明天又觉得那个好。等我确定下来，我就在房间里讲怎么样，我就在我就想，也起一个这么有气场又浪漫的名字。好，一开始以为要早早定下来，后来那天看到小熊他也没定下来，小熊好像定下来了，我那天看到小熊发了投票了，然后因为这几天突然就想起迪士尼的这个幻想工程师了，我觉得太酷了，真太浪漫了，而且非常有朝着梦想怎么讲？朝着梦想向前啊，努力，然后挑战自己的感觉，就他们这个名字，然后说啊，那我们也要这样。消失的橡皮，你这个提议还不错，我得好好想一下。我一开始大概的想法，我现在大概的想法就是，也是按照他的这个。文字组合来，好，这个名字要陪我们很久嘛，就是一个要用很久很久的名字，所以我要一定要好好想一个。呀，我们的大前辈嘛，对，用8年的名字，一定要好好做决定。如果是简单的我喜欢的什么某个吃的或者怎么着，我怕我到时候觉得当时怎么这么简单就定下来了，万一我到时候不喜欢吃了怎么办？不错，不是10年吗？我们那个合约期的这个消息，我已经在网上有那种很准确的版本了。但是这个不重要，我们今天不重要。对，对，发发说的对。牡丹花，我老家牡丹不是河南洛阳的牡丹最厉害嘛，不是最出名嘛？然后我老家就是河南的，然后之前就看过洛阳的牡丹，确实开的超级就是大富大贵，每朵花很张扬。很怎么说，喜庆，很张扬，就是那种大家族的感觉。我到底哪里人？谢谢沐雨送的一个，谢谢小沐雨送的秋天的奶茶，谢谢你的仙女飘带，谢谢沐雨送的一个兔兔，谢谢。看起来16岁，不错，我就是16岁，而且我感觉我的心理年龄也是16岁，一点没有大学生的样子。
谢谢小木鱼又送了一个秋天的奶茶，谢谢。哎，最近是不是要到秋天了呀？好像还真的到了要喝秋天的奶茶的季节。六岁有点太小，十岁吧。之前我们在排练的时候，陈琳前辈，谁呀？Hello。等一下。嗯。是5:55的日出。嗯。你几点钟走？5:55的。5点半走。可以。5点半，那你几点钟起？5点钟。行。可以。记得啊。嗯。今天再晚起，我就不会掐死你。你们几点起啊？5点半，一起吧。嗯，你们要谁醒？我们谁醒了，谁把互相掐死，就叫醒啊！好，我们明天走。佳一刚才来了，佳一刚才过来讲那个我们明天看日出赶海的事情。佳一又出去了，啊，是吧？呀，你们都猜的年龄都比我真实的年龄小一点。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还没长大。我觉得，虽然已经上了几年大学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今年16岁。好，多拍几张，而且多抓几张，不是多抓点那个啥。谢谢晴天送的一个巧克力，谢谢。我好像确实几天没发奶茶了，大闸蟹就是秋天了哦。以前每次吃螃蟹都是家长买，我觉得吃一次好难哦。但是突然现在自己生活了，这螃蟹啥的自己也得自己定了，发现好像，发现这就是想吃就能吃的东西嘛。以前都得指着家长，现在自己生活了，就得自己考虑很多事了。比如说过节了要吃月饼，比如说秋天了要吃螃蟹了，都要自己想耶。是不是差点就要聊那种很深奥，很也不是说 emo， 很什么的话题，很长大了的话题。但是没想到是吃的。对，很成年人的话题。谢谢岩上的月送了一个玫瑰花，谢谢岩上的月。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你叫什么来着。让我一会儿回顾一下你的翻牌。那我吃的不是螃蟹，是情怀。想吃的话跟家长说，家长会买。就是我想不起来跟家长说，就是总想不起来，你知道吧？这种事情总是做了，买了之后才想起来啊，已经秋天了，好久没有吃螃蟹了。Hello， 空手旧梦。Hello， 家长不买。对，家长不买，不知道自己想吃，就跟那个水果，如果没有人给你洗好，你就不想吃一样。我想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啥，那个我们今天买的桶和小叉子，就是一会儿要带走的，我去拿一下。
正经的东西了，就是最不幼稚的东西了，一把小铁铲。我觉得它大小还挺好的，刚刚好，就很可爱。颜色也还不错，是这种，也不是说马卡龙吧，对，是这个绿色的，是这种我们队的绿色，不错，就很差是吧？然后就可惜不是三把绿色，另外两把送的是蓝的，哎，不过我们插队是不是跟阿斯顿联系也挺紧密？然后是这个，然后就开始不正经了。然后是一个儿童沙滩玩具，当时还有个黄桶，但是呢，我们三个插人就选了绿桶，真的是这个原因选的颜色。S 他是真的，绿色旗帜，加油！然后就是这个，主要还是为了这个桶买的。谢谢甜甜的周雨桐是谁家的呀？送了一个荧光棒，谢谢。然后这还没拆呢，要不直接拆了得了。拆了，到时候装的时候就不要这个。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完整拆下来的，那还可以留着这个宝兜。然后看一眼这里面都有啥，因为买的时候是为了这个桶啊，它这个还是带网的。对，这个桶够装战利品吗？一开始我们还说这个桶够了，因为我们也抓不到多少，但后来在另一个超市，我们不是逛了，把四家超市都逛了嘛，在第四家超市又碰见丹麦的小桶，然后他俩又买了两个桶，啊不对，然后我们仨又买了两个桶，就一人一个桶这样。这里面是这样，哎，这个网是过滤水的吗？第一次见这么专业的桶，嗯，这个可能就是那个模具吧，弄沙子的，可能明天用不到，烘焙。然后这个小铲子应该能用到吧，但是有这个了，但是这个可爱，在。然后下一个这是啥？啊，这是个小花，哎，小喷壶，这好可爱，但是应该用不到，就先不带，但是我要带回上海，万一可以用来。万一我以后会养什么花之类，虽然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太阳吧。哦，之前好早之前弹幕了，就今天我还聊韩馆的时候的弹幕，说有一个人说可以养那个养水母啊，今天我们也说的养水母来着，我觉得可以。佳怡不是养了鱼嘛，我觉得我可以养养水母。啊，过。嘿嘿，谢谢你的祝福，加油！哎，这个也是绿色的哦。然后下一个是个这个，这个我觉得没准能用上。嗯，挖那个坑。然后哦，西蒙 Rabbit， 你来啦，晚上好呀。谢谢西蒙 Rabbit 送的一个兔兔，谢谢。不用徒手挖了，没错。我们第一次去海边，昨天第一次下海的时候，第一次去海边的时候就是徒手挖的，啥也没准备。然后好多绿色插队限定，没错。我来了之后更喜欢绿色了，而且我觉得粉色和绿色超级搭。就是我最喜欢粉色嘛，我好多东西都是粉色的。看，旧的日记本，刚下班啊，上班辛苦了，刚下班。反正我的书包这背面，这正面也是粉色的，我超喜欢粉色。然后我就觉得粉色跟这种绿色就很搭，是不是很春天、很花园的感觉，生机勃勃，那种绿色。
跟绿色就很搭，很可爱，也是颜色也是粉色吗？是的，嗯，喜欢绿色，然后蓝色、粉色，对，都是一些温柔的，看了会心情好的颜色。三姐还是我公演的书包能背着出来吗？不知道哎，应该不行吧？现在，但当时他们那个三角函数青岛巡演的时候，好像他们就一个一个人背着去的，嗯，确实很清新，是吧？这个可以带着，我觉得这个明天会用到，这个，然后这个应该就是那个玩沙子堆沙子那个模具，可能就先不带了。啊，那个书包应该要统一的，对，那个书包后面还有写每个人的名牌，然后我上一次背那个书包的时候，就首演的时候背的那个书包嘛，那个书包有幸背到了宋先生前辈的书包，有幸背到了大前辈的书包，开心，每分每秒都冒着粉色泡泡，不错，哎。我觉得特效可以加一个这种，多么少女偶像的特效啊！公演是真的书包吗？好像他们那个确实是真的书包，那个红色的，就是那种防震书包，嗯，应该快就是这样。他们都下播了哦，好的，那个绿色的小贴纸好可爱，是吧？明天几点退潮？应该是下午五点吧。我们应该早上五点半先去看日出，然后顺便就一起玩，一起赶海。闹钟别忘了定。好，我这次肯定那个每隔2分钟定。嗯，我要做我们立个 flag， 我要做我们仨里面最先起。这个我还是擅长的，如果刻意的。然后要自己要早起，定闹钟早起，我肯定还是擅长的。这样吧，我要做我们仨里面起的最早。几点的闹钟啊？我可能就定5:20了吧。哎，刚才佳一又说几点起来着？他说的5点还是5:30？我一会儿再问他一下，然后悄悄的比他们早定5分钟，这样我就可以去叫他们起床了。早上起得来吗？应该能起得来。雨下大了，哎呀，太只能说太巧了。期待日出返图了。好的，我们应该就不是相机拍的了，应该就是手机拍的。明天晴。17到25度，日出的5:55日出，好像那就是5:30走，好像是5点起，我一会儿再找佳一确认一下，然后起来之后我就跟大家发消息，不知道到时候你们起没起，你们应该没起，应该就是如果上班的朋友们那时候应该还没起，上学的应该也还没起啊，只有我们这种早上看日出的会起。我要悄悄的努力，然后叫醒所有人，没错。多拍几张照片，好累。我一会儿看你的头像哈，现在看不到你。我4点就起来了啊！你起那么早，现在还不睡觉吗？打工人那个点差不多该起了啊，就是如果要赶路的话，是吧？嗯，5点还在睡梦中，这个正常。一般还在睡觉，我也是。可能是我才睡觉的时间啊，不过是吧？画画的人确实很干的，确实很难熬的。嗯，期待明天的盘复。好嘞，今天的照片我还没发呢，一会儿 P 一 P 发出来，然后发完我就开始回大家翻牌。嗯，有几位朋友翻牌，我还没有，就是还没轮到回呢。我现在回翻牌的速度感觉比一开始快，而且说话。嗯，打字，然后也比一开始熟悉了很多啊！谢谢西蒙 Rabbit 送的16个荧光棒，谢谢。
我去看五场公演的时候，为了坐直达火车，一般都是五点起。啊，辛苦了，辛苦了。嗯。好像小朋友是不是一下子觉得我又回到十几岁，本来就不是十六。好的，嗯，一会儿会早点休息的，不用 P 已经很好 P 我头先安排不及。好的，谢谢小罐头送的两个兔兔，谢谢谢谢。好的，会早点休息的。谢谢 B0829 送的一个兔兔，谢谢，谢谢。我感觉兔兔这个礼物超级可爱的，是吧？兔兔耶。好的，不会太晚的。嗯。啊，然后最后一样要跟你们分享的，就差它了，这个。本来我们没想买这个的，然后后来突然就看到这个了。哎，不行，我为什么对着自己？小兔兔 MC， 哎，我看过，而且小五和佳怡他们第一场 MC 就是这个，是吧？然后别的队我也看过了，太可爱了，就是那种又不愿意，但是还得小兔兔的感觉，依然很可爱。然后那种特别有表现力，一下子就很自信的小兔兔也很可爱。谢谢乐乐学一兔头鹰的一个兔兔，谢谢。这个本来一开始没想买的，然后后来我跟小五看着他，就我俩都在看着他，默默的看着他，然后问他想玩吗？然后他沉默了一下，说想。然后那要不要买？然后后来我们就真的买了。一开始佳怡好像一开始佳怡还说不要跟你一起，但是后来还是真香了。明天还得带这个，还带这个。虽然赶海不用水枪吧，赶海用不到它，但是到海边怎么能不玩水呢？是吧？好久没玩水枪了，这也是小时候的遗憾，也不是遗憾吧。哇哇，哎，小贝，你来教我一下飘屏吧，摁哪一块会飘屏啊？我一直飘不起来耶。突然发现几个小可爱弹幕出现在我的这个上面，别用海水盆啊。好，我们有三把哦。颜值忽高忽低啊，是不是？我有时候忽笑忽不笑。哎，可是我在别的成员那里发弹幕，我都就是又不会出现又不会飘。哎，别用海水喷啊，是，那我们先在这个厨房里灌满水再去。哎，会飘啊，是吗？那我再试试吧。我之前在小熊那，在小五那都没飘起来。嗯，可以。我是新人哟，我是十六期预备生。不会吧？那刚才小贝飘成功了，是不是我们刚可以飘啊？一会儿我也试试去。我现在去试试。你的成员号不是我的小号，是成员号。我一会儿下播了去试试，去捣乱试试去。是这样飘呀？是这样飘吗？是的呀。这个水枪可以喷漆、喷粉色，倒是可以。我之前有玩过改娃，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去试试，我一会儿就去试试。谢谢夸我，谢谢你们夸我。你们飘一条要1块钱哦。
是有什么按钮吗？就是我一直没搞会这个。你们听过那个改娃吗？就是泡泡玛特改色。哎，罐豆子豆汁太可怕了，想象力太丰富，太……难道我豆汁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了吗？不过那天跟他们俩一起尝试豆汁，倒是给我了很大的勇气。如果一个人喝的话，我肯定不敢喝。啊，他俩一起，而且还比着喝的话，突然就燃起了我的斗志。鸡腿买的啊，改娃就是那个，把类似于泡泡玛特那种娃，就是别的娃娃也可以改，泡泡玛特那种盲盒小娃娃，先给它喷成一个白色，然后再自己上其他的颜色。就有的它确实那个配色吧，就有点不太好看。然后呢，大家一改，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你可以改成全新的娃娃，可以画新的图案，然后或者捏新的造型。然后这是泡泡玛特改娃的方法。然后还有改那种 BGD， 就是高，就是更精致一些的那个娃娃，那种也有改的，但是方法就不一样了。然后我说那个，我改过的就是泡泡玛特那种娃娃。然后我之前就改了一个粉色的，就把它全都喷成粉色，买了个粉色的喷漆。对，更换一个就当没做过，我也没改过几个。倒是挺好玩的，就是很需要耐心。啊，我现在跟大家聊了这么久，就是能闲鱼高价卖掉吗？可以哟，有人专门就是做这个改娃的，就是别人把娃娃寄给他，然后告诉他要什么样子的，然后他给你改。然后有时候改娃的价格比官方出的那种隐藏款还会高，因为改的太好看了。之前我在家里面就买了一整套改娃的东西，然后改过几个，感觉泥娃也好玩，好像是，对，我还没有尝试过，我还准备买那个超轻粘土或者时速粘土，自己做点小东西，然后自己捏点小东西。哎，这个点子也不错哎，我可以以后握手会或者什么店员或者这种机会，我可以送大家东西吗？感觉送这个也不错哎，发家致富有路子了。我还挺喜欢做这种小手工的，就像我喜欢做手账似的。好，我的那个游戏机没带到这里，还在中心呢，等我回中心了也可以给大家看看我的。好的，豆汁，好的，我豆汁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了，也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看豆汁怎么做吧，我能不能自己在中心做豆汁？好像上海还真没看我有卖豆汁的，好，可以做小手工，不错。这个，哎呀，我是吧，也不能自己坑自己。当然我跟那个什么，第一步先给大家一杯豆汁，如果干了的话，让那个 staff 多给你们算，多给你们30秒。自制饼干就不错啊，油炸竹虫，听起来和我的豆汁儿杀伤力差不多啊。说你装化学武器，到时候没人来我都队列了。好，行，晚安，拜拜。那我先给你击个掌怎么样？拜拜，608号小星星，晚安。我一般直播结束就跟大家一个一个击掌说拜拜的。
都有的。那油炸虫子，云南很普遍的小吃，好像我在云南。嗨嗨，晚上好。好像我在云南那个第一次去云南就吃了那个油炸蜜蜂还是马蜂，嗯，还挺好吃的。制作黑暗料理，我做过的东西倒也还没有很黑暗的。啊，我昨天有在就是烧烤店看到有卖那个羊眼的，就是这种烧烤店，我在外卖看的时候就很爱看这家店有什么很难见到的、很不常见的东西，然后会点来吃、点来尝试。对，然后看到了羊眼，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龟啊，烤什么龟、什么龟来着？啊，我忘了什么龟了，就是看着就是很像那个蝉啊，很像那个炸的那种昆虫，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毛鸡蛋啊。我觉得毛鸡蛋最好吃，就是昨天晚上尝试了一下。龟蛋不是，是一个什么龟忘记了。海伦路海底捞竟然没有羊眼呀。海伦路海底捞也可以有，也有羊眼是吗？毛蛋啊，毛蛋确实不错，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昨天尝过之后，好猎奇的料理。先准备好羊眼，好吃。哎，不错，终于遇到了和我兴趣不对口味相同的。太牛了，吃不进去。刚才谁的声音传出来了？外面谁在？可能是小五的。羊眼口感真的很好，确实觉得它有点像海鲜的感觉。对，就是又有韧劲，但是它又有脆的部分在里面。黄喉，谢谢生命进化原点5667送的一个巧克力，谢谢。这我是真的不敢吃，好吧。我好像最近这个新的爱好，新的兴趣爱好就是尝试这种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黄喉我吃过，黄喉我在我这儿就是很不猎奇的东西，或者就是很不错的东西，而且大家接受的很多。对，然后如果明天有机会的话，就还挺想尝试那个海胆。哦，说口感像黄喉啊，差不多就是这种类型。你吃过脑花吗？脑花吃过，也是因为这也是前一阵刚吃的，就是前一阵在尝试这个奇怪的，就是怎么猎奇美食的时候，它算是我这一个系列的开端吧。第一次吃了脑花，我觉得脑花口感真的不错。哎，有点像生蚝。哎，就有点像生蚝后面那个圆鼓鼓的地方。海胆好吃的，日料店里卖的很贵哦。黄喉裹着油，海胆刺身或者蒸蛋。好，晚安。能给我抓一个海葵吗？海葵长什么样？海葵我脑子里就是动森的那个海葵，挺可爱的，红红的，橘橘的。海胆要生吃了哦。哎，那是不是这个山东日照这边有吗？有海胆吗？我就是今天在那个海洋馆里看到它了，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抓到，不知道，而且还不知道这边有没有。
藕粉也不错，藕粉我也是没吃过，但是我知道，就也挺想尝试的，就看它冲泡方式很特别嘛。明天抓个派大星，好耶！如果我能抓到的话，抓个生蚝烤。我那天我们第一次去海边的时候，就看到海边有那种烧焦的竹子，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就现烤了。有的是海胆的刺有毒，准备自己抓。不是，我就是想吃，不知道能不能抓到，还不会抓呢。一会儿要补习一下。有的是海胆哈，不错。那明天可能在这里吃海胆有望。退潮时见过哦，你是来赶过海吗？退潮时见过海胆啊，谢谢醉一生游牧送的一个巧克力，谢谢。退潮后海葵就在沙滩上开花，手一碰就缩到沙子里了。那怎么抓呀？海的女儿，海的女儿，嗯，怎么了？海葵，哎，那洞森里面那个洞森里面，它不是不只有钓鱼，还有潜水嘛，那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明天可以抓到？哎，不对，明天我们是在沙滩上主要。嗯，海边排练人鱼了。然后哎，好像是个排人鱼很好的地方哦，可是我们三个人怎么办？排列组合一下嘛，都来一遍。刚才一般就撑着蛤蜊小螃蟹，好，小螃蟹那天佳怡抓到了一只撑子蛤蜊，嗯，好，撑子是那个就是树就是一个圆柱的那个吧。海葵呀，你价值很高，好嘞。多森，对，就那个潜水的小螃蟹好玩，巨巨蟹也挺好玩，不知道可不可以抓到巨巨蟹。哦，是哦，一个人陪另一个人跳，不是另外两个人跳，刚刚好，是吧？明天能捉住螃蟹吗？我觉得有可能哎，因为之前我们，因为昨天去的时候，佳怡直接就空手抓到了一只螃蟹，所以明天我们如果有工具的话，我觉得应该能抓到。小刘晚安，明天还有课，好哦。我感觉我也差不多该下播了耶。你下播后百度一下海葵长啥样，这样明天认识他。好，一会儿我下播之后我去，看一眼能抓到什么样的，做一下功课，每个都怎么抓。我记得还有撒盐的，然后还有刚才你们讲那个赶紧铲出来的。六小时之后我该起床了，对，拿个大圆铲子挖螃蟹，这个够大吗？我们最大铲子就是它了。行，我一会儿去别人那儿漂一漂。行，那我就准备下喽，大家刨沙子要注意角度。好，好的，晚安。那就从你先开始击掌怎么样？陈宏宇歌迷晚安呀，生命进化原点拜拜，小贝我的宝贝晚安拜拜，飞天一大鸟晚安，乐乐学艺兔头鹰晚安，东京第一兔春晚安，关于浩晚安，木雨潇湘晚安，狮子大叔晚安，十号见 SH48 最啊极恶贝利亚晚安，好梦陈伟歌迷拜拜晚安，西蒙 Rabbit 辛苦了，好好休息啊，好的，会好好休息的，晚安，消失的橡皮晚安，弦上的月晚安，鼻音0829早睡，会早睡的，晚安。是不是就是啊，推塔里大王晚安啊，不好意思，推塔里天王晚安。
五五的贤孙晚安，晚安。嗯，草间立口晚安。嗯，铁口直断张半仙晚安。好啦，还有朋友吗？是不是差不多了？好，那我们就谢谢草间立口送的16个荧光棒，谢谢谢谢，晚安喽，睡个好觉，大家做个好梦，睡个好觉。嗯，说到睡觉，我突然想起来昨天做了个梦，梦到我忘记动作了，还要上公演，然后呢，忘记动作紧张到在剧场外面跑圈，然后跑圈跑着跑着，让我错过了前四口大哥，就好紧张，然后就这么吓醒了。好，短暂的给你们汇报了一下我昨天的，也不是说噩梦吧，紧张的令我紧张的梦。好，真的要睡觉了哦，对，真的要下播了哦。那就3、2、1关喽。好，3、2、1，晚安，拜拜。一吐吹，拜拜。好，关喽。3、2、1，Happy New Year，拜拜。好，3、2、1，关喽。